直播的9月29日讯，前国脚彭伟国刚刚在微博透露自己已经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足协男足地区总监，并表示自己会努力工作，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彭伟国在微博这样写道，前几天我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足协男足地区总监，这两天我也收到了很多粉丝及圈内朋友的祝贺，能担任这一职务我倍感荣幸，也深知今后自己肩上的使命更重了。在此我要感谢各位球迷们朋友对我的支持，感谢足协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也定将我这几年在青训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对足球的热情全部奉献在新的岗位上，为中国足球青训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再次感谢大家。彭伟国1971年10月3日出生，前中国国脚，曾效力于广州太阳神、重庆前卫环岛以及深圳平安科建，退役后曾担任过广州恒大预备队主教练和 U22 国足助理教练。彭伟国是中国队夺得广岛亚运会男足项目亚军的功勋球员，并入选三届亚运会足球最佳阵容，有着中场少帅的美称。他还是广州太阳神在1994年夺得甲 A 联赛亚军的功勋。